老婆说暑假想去意大利玩，拜托，我都还没发大财，是要怎么去啦？看来只好先做一道意式香草熏鸡，堵堵他的嘴。食材有拌鸡、洋葱、红黄甜椒、米、茶叶，调味料有意大利香料、黑胡椒、匈牙利红椒粉、盐、迷迭香、蒜。一开始来腌鸡肉，我们用意大利香料、黑胡椒、匈牙利红椒粉、盐，好好按摩一下鸡肉哦。光是按摩还不够哦，毛孔要全部打开，鸡肉才会入味哦。要快速入味，在烟熏之前记得要先蒸过，也可以缩短烟熏时间。蒸完之后的鸡汁要留起来，可以用来炒配菜。再来熏鸡肉喽，用铝箔纸压成碗形状，放入米、茶叶、迷迭香，再放上蒸架与鸡肉，加盖烟熏25分钟。25分钟后，关火再焖10分钟才入味哦。等待的时间来炒配料，爆香蒜碎后，放入洋葱丝、红黄甜椒，用盐、黑胡椒、鸡汁调味就好喽。最后把烟熏拌鸡和配料摆在一起，这样就完成了超简单的香草烟熏拌鸡。